第八章八通志。马爹凉香天下有定，通关古今只有一道，只见同关共古天地啊，开门成章先生之路，五行不行三公不离，六出其三九定天下，七行千里啊有所显化啊，八通关起心生之灵，九五之尊为我烈性，统领有会会领在天，今参修得以救我空，十一寒暑并领修功，参仙我定静在三苏啊，十地灵犀尽该苏醒，万修几地八地天地，顺天其意，应人其意，十七十八日正当中，少年时期血气方刚，不知不觉贪杯乱酒，一时出头落时改念，只好遁意论无意思，想想对对真实荒废，为恁何必又叹又气，不得下论一线是将，求天不应求地不灵，何灵同志何灵同德，三世里里无休无丢，一立一生相并轮回，相好白天相好便宜，舒适有心因果并提，交相并论共在彼生，五十有果自在修缘，理之所在共果相依，五十不惜心口立言，半拜之念神恶昏迷，灵体人道再会地道，两道转转天道假应，再明明地待得之行，为我所难难无化作，心境如镜清明照心，假待梦无梦里人生，不摸其心绝无其心，命里改空我空得通，修仙之心将阮火气，心灵其清无忧有畏，德性显心行性显为，这家和睦理也可及，人生八通在灵我通，通经大理同行无阻，同我佛性灵地修改，通得观音了生了地，通晓天文灵识地理，通
正大理，以和为贵，通过博金圣贤客户，故圣贤贤以圣尊敬，业务滴滴通我贤利，令清三界不可自见，修行修心思维八定，上界求品大通德行，十善善佛自来接应，佛经净土雷声现代，世事悠悠转变无常，四行道通总无改造，心灵交流诸行无安土。